好来乡亲啊，这个不倒那是不明的猎肉都要注意的。高雄一个四十多岁太太，无意中发现肚脐不一粒猎肉，而且一直变大，阁会痛，赶紧去看医生做检查，代志大不妙了。生歹物啊，是结肠癌的末期。这个癌细胞唔呐拓到肚脐，嘛拓到肝、甲肺等等骨内的器官。虽然积极来治疗，但是八个月后也是亡生了。这是肚脐的肿瘤。电脑断层影像，肚脐顶有一粒粒啊。这竟然是癌细胞转移所形成的。高雄这个四十多岁女性就医检查的时，已经是肠癌末期。这个已经是癌症的转移，它可能也合并有其他地方多处转移，像这个病人就是腹腔内多处转移，以及肝脏跟肺脏都有转移。像你这大粒啊，一直在变大，而且愈来愈痛，经过八个月治疗，依然无效。医生讲，肠癌初期差不多拢无什么征兆，身躯若出现不明的瘤，还是讲排便较无正常、出血、欠血等等，都要赶紧去找医生。50到75岁要做2年1次的粪便潜血反应。那在这几年来，我们的确发现有一些在癌前病变的病人，甚至是比较早期的病人，就已经诊断出是大肠直肠癌。医生提醒讲，透过粪便潜血检查，部分癌症病变的患者会使早期治疗，偏偏这个疾病会变到末期，真歹治。